10月25号，阚清子在微博晒出一张自己回归《亲爱的客栈》第3季的海报，并配文：“我爱大海，也爱沙漠。看阿姨，我又回来了。”这熟悉的文字让人立马想到当初与前男友纪凌尘官宣分手的时候，文案：“你喜欢大海，我爱过你。”主动接梗，让人直呼太洒脱。据悉，从《亲爱的客栈》宣布阚清子要回归时候，大家都想问她一个人回到节目中的感触，怎么敢一个人回去？这说明阚清子真正释怀了，她依然热爱大海，热爱生活，变与不变都还是他。芒果乐新闻，没有什么比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和解更好的啦。报道。